观心一支香，来果禅师参禅普说第五，放不下。参禅人，放不下世界身心者，人在世而心在世，徒增漏裂，毫无进取。修行学佛最要紧的就是放下这两个字，内放下，外放下，通身放下，一念单提，就能跟禅定相应，跟心相应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觉而成众生，妄想执为身体，纵使人在静坐，但是心还游走在世间。修行久了，生不生，熟不熟，上也上不得，退也退不掉，徒增漏裂，毫无进取。那为什么会放不下呢？因为众生被迷轮关注，不知关到何时为止。既是因，又是果，我们迷住了，所以放不下，也因为放不下，所以被迷轮关注。怎么关呢？这个关注啊，这两个字总是困住愁尘的概念，心被事业关注，是被意或关注，意又被想成关注，想被身体关注，心在起心动念处，一念不绝，生三系，境界为缘，长六出。一动念没有觉察觉照，就被事被业关注了。有了业，有了事，就有疑惑，你的意想就念念牵流，最后内困于身，外移于心，我们就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。身又被家庭关注，家庭被山河关注，山河被大地关注，大地被虚空关注，层层的关，让身心不得自在。如果不知道这是一种牢笼，这是一种束缚，我们就会落入一种无止境的循环。虚空被无明关注，无明被不觉关注，不觉被众生关注，众生被迷轮关注，层层叠叠，无明不觉，不觉而为众生，众生
有因为无明，累生累世就在这个循环的轮回当中，所有的一切啊，不外乎就是迷这个字。那迷轮这一大关呢，要关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从古至今，不知关了多少天地日月人与非人，大空太空砖石瓦砾青菜萝卜泥巴木头乌龟角鱼天男女等，直观过去无量劫，又观现在无量劫，再观未来无量劫，近未来劫，不知观到何时为止，悲乎痛哉。乃果禅师看到一切众生重重的关卡，重重的蒙蔽，从古至今啊，不知关了多少人，关了多少劫，我们看到自己也是如此的重重放不下，是否如来果禅师一般悲乎痛哉？只有悲叹，那不过就是一种消极意识。要怎么做呢？偌大的泥轮还能弄得悟否？急谋放得下的方法就是参禅。参禅一法直接了当，放下万缘，一念单体，久远劫来的迷，千年暗示，一灯即破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今天坐在这个地方，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，就在这个话头之处参就去，就能够放下。是能放下思量，身能放下妄想，虚空能放下大地，砖头能放下泥巴，详细算之，是能放思量，心不可得，妄能放想成，身不可得，虚空能放大地，是不可得，如此身心是三全能放下，通身放下，内不可得，外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不可得，但凡所思所念，就已了不可得。一念单提，自然全能放下。赶紧快参这个深禅，就能知究竟念佛是谁，谁在念佛。打破迷轮，为我参禅修歇之处，修歇可得，修歇处不可得。禅话头就在这个起心动念处，
提念、照念、参。在念头一升起，又开始重重的迷轮，又被关注。这时候，一个照，你就在这个话头处修行，修的是放不下的这一念心，歇的是狂心。每天忙忙碌碌，朝朝暮暮，身在动，心也在动，从早忙到晚，从累劫以来，始终都是如此。如果没有刻意的提念、照念、参，我们永远没完没了，每天就在晨起之时开始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的修仙。每天要临睡之时，将一整天的尘劳妄想放不下之处，在这一念心当中找一个休歇。参禅不管放下的是什么，放不下的是什么，只管在话头处体念、照念、禅。走路的是谁？说话的是谁？每天忙忙碌碌的是谁？找不到回家的路是谁？安心的是谁？休歇的又是谁？就一个怡情木质的禅，从早到晚照顾话头，照顾当下的这一念心，不管多少的关注，一关一关，三关不住，心自出。出关也好，重关也罢，乃至于生死老关，敌不过一个禅字。所以大众不要小看这短短的话头，短短的禅修，短短的回归自心，这一支香的时间就是我们身心修歇之处。修歇可得，修歇处依然了不可得。今天来国禅师参禅普说的放不下，我们先介绍到这里。向下文长，附带来日。